今天是2018最后一年，101跨年的倒数，虽然是下雨，你可以看到，这是台北市政府广场的前面金珠，这是101跨年烟火准备开始了。哇，有好大的烟雨，所以大家都不是看得很清楚。你看，虽然是下着雨，你看周围的观众们一样环绕着四周，有几十万人在看着这个台湾101的烟火。今天的烟火预计有6分钟，大家都在风吹雨淋当中度过这2018年跨年的烟火秀，已经迈入2019年了。你看，周围也都满满的人潮。这里还好，还有一点遮雨棚。看，这是在台湾台北市市政府广场的前面，这个101整栋大楼有508公尺，你看整个508公尺 LED 的帷幕去点缀，整个大楼就非常亮丽，再加上这么美的烟花，绽放出未来的2019年。2019年农历是猪年，所以台北市政府他就摆了两株金猪来贺年。
晴天，要不是下雨天，整个烟火会更美的。可以说，铁树银花。这个烟火是360度的高空烟火，就围绕着这一座大楼360度的旋转。你看，这火树银花多么漂亮！这是2019年台北101烟火主秀，刚刚就播放完了。你看，虽然是阴雨卡着这些雾，但是也是非常漂亮的。